艺人景荣与混血辣模 Academy 相约明美多次被捕捉甜蜜约会健身，但两人始终嘴硬不认恋情。近日两人在健身房亲密互动遭直击，景荣不但抱着 Academy 的修长蜜腿彪悍健身，还为了帮他拉筋整个人压在他腿上，两人双唇距离不到10公分，且不时灿笑交谈，宛若情侣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景荣带着绯闻女友 Academy 在健身房运动被民众直击，他当天只有做简单的健胸运动，随即把注意力全放在 Academy 身上。其中一幕 Academy 平躺脸朝景荣胯下，再由他辅助女方撑起举重器材，令目击者相当脸红。两人在健身过程不时肢体交缠，偶尔甜笑聊天，关系相当亲密。 Academy 长相甜美，身材超火辣，图斜线翻摄自脸书2017年11月21日。对于两人的感情进展，景荣经纪人回应尊重艺人隐私，跟 Academy 的关系景荣想说就会说，我无法帮他发言。经纪人避谈自家艺人的感情发展，仅透露景荣是健身控，一天不运动就浑身不对劲。